大家好，今天跟各位介绍的是麦当劳快乐童餐的百变积木玩具。我们首先来开箱了。再来开这一个警车，那我们现在三台都煮好了，这个可以任意变身，可以把车车换来换去。现在我们把这台
变成是另外一台。会变这样子，再变身，变成是，哇，变成是越野车。